搞毛。阿飞，我这，阿飞。我这里这个处理掉了，兄弟。他房子里。牛逼牛逼牛逼！来，飞机在哪？回头，你回头，你回头看一眼。这不怪我吧？丽贝你也看到了对吧？来，那边别走，那边接一个，不然有一个人坐不了车。我笑死我！我本来裸体不会死的，我还没车了。有缘再见吧，大哥。太惨了，我在空中没办法、啊、我也不敢说这个肇事司机说啥、啊、我也不敢说开车的说啥、啊、咱也不敢空头子空头子绿点那个方向绿点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不是绿点的方向好像看到空头你看他现在都哭了我咱也不敢说的不是绿点的你吗我的空投呢？我的空投呢？我记得是绿点那里啊。空投在这被人捡了，被下坡那人捡了，脸上175，你们开车下去能吃到条枪线。没看到人啊！175，我脸上没看见人，他脸上在这呢。人就在这附近，绝壁在这附近。哎，可能跑掉喽。
这样是抱不自己摔自己了。蓝丧飞，知道丧飞。真的，我不敢抓这个车，我感觉他这个车要开跟人撞了。啊！咋的？你们三个人不让我进来呗？往边靠一靠。我们丧逼四兄弟再次结拜。我们三个跟马小跳结为异性父子，我们父他子。从今天开始，马小跳就是我的亲儿子，我把他当亲生的养。你养不起啊，人家带去学会啊。直接没收。那他那些 AJ 也不让他弄了，直接全部给江南。是的。我现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怎样能把丧逼飞给弄好？楚楚可怜。他好不容易找到空头，空头被人捉了，还没找到人。真的楚楚可怜。马狗，你两把枪给秃头一把。可以。煎饼送的两个飞机，谢谢煎饼老板。蓝三飞。我的胖胖，你怎么救我？送送飞送一送，今儿得去悼念一下我们的战友。有些人死了，但是他还活着。说出来你们不信，我现在想打这两个逼。我可以左右都打死吗？他这个歌不是你队友都成这样了，你不难过吗？马狗，你前面是不是听过我两句？我的乖乖，哎呀，他想死！有车来了，280。哦，好嘞，走吧，吉普车。别打别打别打，谁有谁有，我操，完了，出他妈大事了，看到人了，不在车边上，往前走了。我们已经走了，没事。我操，你们溜了，你妈耶。我们三个人走了。就两个呀，你上不上良心？上不上良心？有来有了车，
细人不？他又干嘛去了？慢点，慢点，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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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滑了，又滑，又滑。他要去追那个兵。他妈，这把游戏追蓝战飞追得我头皮发麻。见人就跑了呀。啊！你已经到了，到了。有没有烟？快给他弄烟呐！我这边打到两个，没空打倒了。总算谢谢橘子送你貂蝉的空投补给枪，没法播了。马狗，你把迷你给我。要迷你吗？没法播了。我减速。你们打完吧。还能冷静的游戏吗？你们打完就下播了。我没有高倍镜啊。那你还不如直接下播，你去休息一下。马狗要要吗？休息吧，你就休息。今天早上休息吧，休息吧。打开窗，感觉自己萌萌哒。他妈的，打开窗别跳下去就行。万一跳下去了？人在哪里？向南海。前面，前面。这里好像前面什么位置？我这防区。下播也没饭吃啊，不想下播啊。下播没饭吃啊，不下播。他们在前面，他们在前面，前面防区啊。看不到，我在架子呢。这里有八倍镜，应有尽有。你打你都。你们要舔的话，过来舔吧。打你吗？那个二七五，没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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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车的呢，他要过来了，他摸过来了。早上起床，拥抱太阳，满满的正能量。我被那边删了。早没那么多饭，没到饭点，没饭吃。你们这把一定要吃鸡，让我躺鸡，我求你们了，好吗？好。OK。这边有把妹控啊。我尽量操作一种发挥，好吧。这边有把妹控、啊。就那个树下面，我树谢谢。这个 GIL 什么的游侠，谢谢。哇哦。哇哦。啊，你人在哪？我终于知道为啥老是没人给我加了注枪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为啥老子中前面没人给我加了刀枪了。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加不到枪，因为我们根本跟不上啊，大哥。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刚才看到马小跳还有江乐涵的视角，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会被掉。我刚刚不想理他们两个，好吧？没有，我刚刚看都没看清楚啊，我也没看到他。哎。他在那个房子那个里面那个地方挡了你楼顶啊，大哥。我知道楼顶，他不是有个墙吗？正好挡住我的视野，我在树后面，我只能看到枪管子，看不到他人。死得好惨呐、啊！我这一波死掉怪江了，还跟我说有妹控，我想去捡，真的。这边就是这把妹控勾引了我、啊。你说这个人有妹控，还是这里地上有妹控？地上有妹控。我也听成地上有妹控，我想过来捡妹控，就在这个树下面。没饭吃啊，你让我下播干嘛呀？不下。我们进圈吧。约饭，约饭。不约，吃我妈吃的饭。你要么来我家蹭饭。不去。走。那不就完了吗？太远了。没事，我这把杀了两个了，至少不会。我杀了四个。那你挺牛逼的呀，牛逼吧？你挺牛逼啊，兄弟！我其实还想再操作多一把。看到他了，你可以把这两个人揍死吗？那我们直接雷了算了。那雷了呗。别吧，
你们好好打。这个、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好。反正时间多的是。对，现在还早，你们这把打完，我们还能再打一把。说的好像你们不雷不会被打死一样，真有意思。那这姜老还牛逼啊，姜老还。姜老开车拉过去，把路让掉。姜老让他，让他，姜老。背后那个人在跑了，背后那个人在跑了。走了，抓他！抓他，江老汉，干他，江老汉！一个飞车，拉车飞移，牵二号位幺四，打死他们！拉，漂亮！江老汉真的跳车了，兄弟！大哥，你为什么要跳车啊？你不是让我跳车干他吗？我让你拉手刹，侧翼过去，看能不能撞到，然后再切二号位打他。直接跳车是我喊的。我说开到150迈，直接跳车是我喊的。哇！我就直接跳车喊完之后，我就看江南跳车了，我操，我都懵了。能否巴杀或吃鸡？忒爽！那个时候根本分辨不出来是谁说的，反正我就听到跳车。我太牛逼了，我有点意思，我有点意思。这个游戏太好玩了，我给你拿根烟，我操，有点意思，有点意思。